有没有看到？还有他们在那个河里。对啊，他们要喝水啊。那我可以站在那里？弄得好漂亮。我可以在那里吗？你看，这是鸟的巢啊，鸟的窝。如果在那里，我会掉在海里吗？河里面，掉河里面，湖里面啊，这是湖。我要在湖里面吗？你要小心啊，不能掉下去啊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那边那个好像好多那个鸟，全部都在他们的窝里面，这超级大的鸟巢哎。他们的家，那是他们的家，你看他们就在树上休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好多啊？对啊，超级多的了。因为他们很累很热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很累很热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那个绿色的是什么？那个绿色？那个是青苔，就在湖上面会有一些绿色的植物是青苔。是它的食物吗？哇，你看前面全部都是。斑马哎，在你的前面有没有看到很多斑马？有超级多，超级多的斑马。有20个斑马。20个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可以用眼睛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5 11 2 3 4 5 6 7 8 9 10 11